内裤吗？还是得穿了，可以穿很外裤。雪狐穿这期现在已经没有了，因为它本身是马甲，所以它就是勒紧，只是很因为很不习惯，所以我要挺胸。是一段时间没有穿，特别觉得很想念吗？想念台湾的大奶维维吧，台湾的伙伴们，他们就立马买一杯珍珠奶茶给我，然后我就感受到，我就回来台湾。雪芙，你的新朋友会在电视上帮你加油吗？谢谢，谢谢。没有没有，今天我是他的男友。啊，你们不要再问了，啊，我会吃醋。谢谢，谢谢。有。其实我觉得我入围太近很开心了，所以今天他也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，然后就说我大概新来的，可以了，蛮高的。哎，对。加油吗？新男友，谢谢，谢谢。没有没有，今天我是他的男友。你们不要再问了，啊，我会吃醋。谢谢，谢谢。